先过来，先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拄才我的先来遐吼，拜托先来，甲恁看一下恁先生的日子啦。先来有排三时间出来，啊，恁紧看麦，叫一工吼，今仔开始准备，好来。哦，好，我知影。啊，恁豆豆啊，看豆豆啊紧，若有假的做恁紧，我来头前要一下收花线，下面等啊。好，好，阿姨说的哦。不管。 师傅，交代我替你买茶米，我煞袂记哩，我是去买，你直接等我。哦，好，无问题。谁那无照约束？实在是因为我的孙仔破病病，需要钱来甲医，无我都唔只来找夫人，你借钱。这是最后一届，我希望这款代志唔通再来发生。 哼，好甲甲了解囡仔对调，替因保守遮尔大的秘密，才互我这大钱尔，实在是足当算的啦。那安尼，面馆毋就是何老爷查某囝，何文良，就是师傅的后生啊。哎呦，是毋是甲伊面馆，佫想要家己哇？无啦，甚物我佮意啊，阮着交情较好，只是好朋友啦。 哎呦，莫假啦！查甫囡仔若有佮意，就家叫我。哎，啊，不过听讲明官佮清辉要成亲啊嘞，连时间拢定好哦。啥？哎，明官，因来啊！你若毋信，家己问明官啦。春梅，文良，你嘛来买包啊？春梅，华姐包啊。 多谢。听讲，你们心情也是容易啦。多谢你。那那迄天你敢会来？我一定会去啦。陈清辉。 你伫遐好好对待边关，若是我知影，你做啥物对不起伊的代志，我绝对袂放你煞啦。哦，没啦，我一定袂辜负伊的。文良，你讲这话，我真足感动的，咱真是好朋友呢。啊，不过吼，你无可能拍赢清辉的，到时阵也是欺负我，你是要安怎保护我？ 这是我的心意，我的态度啦。哎呦，明冠，你都莫过来亏啊啦！对啦，咱大家拢是好朋友啊。阮甲朋友的时间要到啊，阮先来走啊。迄天，你一定要来哦。 我这个代志是要甲你讲，是爱我甲恁斗相共准备申请的物件，是哦。唔是，苏娘，你讲我伫街仔路替师傅买茶米的时阵，有看到你提钱给一个三伯，恁所讲的话我拢听着啊。我娘尊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 要唔过当年的代志，我去探听以后，我才知影，迄当阵伫庙内底，除了迄个三宝以外，唯一在场的亲人就是苏娘你。我怪哦，你有法度遮尔简单，就将两个囡仔相对话，连师傅甲何老爷拢无法教。原来文良哥哥是我共辈姑母的阿兄，无怪阿母今次我甲伊作伙，原来是安尼。我是唔知影你当年是安怎要做出遮离经的代志。 要不过，即马我知影代志的真相啊，我都无可能阁冤枉落去。我已经下决心，要将即件代志讲出来啊。而且，阮娘都要甲师傅相认啊，安尼我就会当放心，甲明官解除婚约啊。
什么？原来你是想要甲民官解除婚约？你这想看想看要找我的麻烦？我当初会当去予师傅招，那是因为师傅无后生会当继承正气统。今摆竟知影何文良是师傅的亲生后生啊！我若是阁继续问下落去，我就是对不起师傅的养育之恩。敢讲你甲民官退婚，你就唔惊金星甲你赶出正气统？我看待师傅，就亲像亲生阿爸同款。可是讲我也是因为这件代志去予伊赶出去，我嘛心甘情愿。师娘，我知影你成年当年的错误，对你来讲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。也毋过，这关系着何家、甲廖家血脉正统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莫搁一错再错。看起来，这个死囡仔是下定决心要讲出这个秘密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甲金星讲出老实话。真是嘞，师娘，多谢你。啊，不过你嘛是知影，这件代志真严重。你给我七天，七天的时间，七天后，我一定会甲金星讲出这件代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一定要解决这个代志，绝对袂让金星发现这个秘密。当然，若是陈明光讲老实话，一定会足艰苦的。不过这件代志免阁拖累啊，明的，林出师来到，今仔日一定要讲清楚。重要代志，袂当伫遐厝内底讲，一定爱踮遮讲啊！我袂用甲你成亲，我要退婚。你要退婚？是毋是因为自细汉到大汉，咱拢是师兄妹的关系，即摆雄雄要变做阿公婆啊？你敢也袂惯势啊？毋是。问题不是你，是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无介意我，才要跟我退婚？是。我知影。是的。你无需要向我解释的啊。等都是我的感谢你，感谢你提早跟我讲，卡尾咱今麦成亲了后，过迄种阿爸无共心的日子，而且这阵仔我嘛有发现你咧想骗我，我早就知影你无介意我，啊，不过这一直拢是阮阿爸的期待甲愿望，我无法度讲白。明官，我以后一定会弥补你。你无需要弥补我，以后我若是要去冤家，你就要替我发声。你永远拢是我的大师兄。其实我今仔日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甲我讲老实话。希望你会当找到一个你家的查某囡仔，过快乐的日子。你一定要幸福哦，明官，多谢你。我想要一个人静一下，你敢袂当先回去？林官，拄则恁讲的话我拢听着啊，拢是清辉唔对啦。你若要哭，就大声哭出来，我袂甲你笑啦。我不是敢哭。
是欢喜，我是感动。你是感动、欢喜甲哭。阿母，你敢真正要将当年迄件代志甲阿爸讲？什么代志？秦辉去找你讲的迄件代志，我拢听到啊。林官，不是我的阿姊。你为什么要将伊拿掉我？文良哥哥是你亲生阿姊，甲阿爸的后生。嘛是你的心外心啊呢！当年是我先嫁伊的，但是伊的目睭内敢若有那只。假使当年阿母若是无偷换囡仔，那安尼怎啊何文良都是了解的大汉囝？伊敢过会重视你，还是咱母仔囝较甘心？阿母为伊嘛是会当信任你，我确实需要。你跟我斗三工，你看啦，阿仔，体力干啦，有火力烧的，水，火，拢是你啦，阿恁爸恁娘就真上落地，哼。清辉，你莫放在心肝内啦。啊，你身躯有伤，较早休困嘞吼。等下，来啦，星仔姐。先甲这领完才走。这是。这。是我特别为你装的药草茶，阿爸出手不知影轻重，你应该就疼的吼。别疼啦，这本来就是阮家的承受的。弟哦，多谢你嘞。妹妹，我出去。弟哦，救我，弟哦。我做艰苦，你救命！我可是救命！弟兄，叔，阿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阿弟！你若是无想要回去，就伫阮家住几工，回伫阮厝内人哦，拢真介意你啊。我哪有无想要回去？早晚拢爱面对啊。看你安尼细心细心，就知影你咧想啥。决定好个代志哦，你是冲掉比谁搁较紧。若毋是你心内丢毒，你早就袂徛伫遮。你搁真了解我嘛？那是当然的啊，咱是青梅竹马，拢是识这么久啊。自细汉拍到大汉嘛。是我给你拍，安尼你也徛玲珑色，拍干咯。好啦，后盖让你嘛。你现在给我静静看，你唔惊你的目睭脱汤哦？无啦，我是感觉你笑起来。较好看了。我知影啊，我平常时哦无好看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平常时嘛真好看。哎。